拜拜，对，拜妈祖，哎，拜。拜一下，哎，拜妈祖一下，哎，拜妈祖。哎，注意，注意。白沙屯妈祖真的是很灵验，他直接在回头回来的时候，他就顶着他的肚子，因为我的女儿才刚开刀，啊，然后就手术以后也都住了一个多月，然后到现在还不会好，然后医生说大概要靠药物长期控制，但是至少保存了他的两颗肾，他现在已经两岁了，他是八个月的时候发生的，然后发现的。然后因为八个月年纪太小，没有办法麻醉那个全身麻醉，然后只能拖一拖，拖到两岁才可以全身麻醉，然后才进行手术。真的谢谢，等到我女儿好的时候，我一定会专程骑到白沙屯妈祖庙拜拜，晚宴。他将近快三十年了。快三十年了。对啊。你是说跟着妈祖在白沙屯妈祖啊？他自从一千个。跟到现在，哦，你说人数一千个，到现在今年是八万了。对对对，他自己有在研究那个草药，他有草药的那个牌子，他所以才会用一些给人家喝啦，免钱的给人家喝啦，对，如果没有说要还愿，就想要服务这些相对较价。对对对。之后有没有觉得做了好事，妈祖做一些事情，然后正顺利，就是蛮顺利的啦，他一些债务都还清了，他就是这样跟他一起走了将近快三十年，他以前没有 GPS， 就是我爸上面有一个防盗在叫你，他妈祖跑到哪边去，他就沿路回去这样，妈祖又跑掉了，跑去哪边了？你们回转，回头这样子。然后帮大家告诉大家。对对对对对对对。对，他是一个随身的。对对对对。这样。大家以前他是在卖那个臭豆腐的，还有用一些茶。后来臭豆腐没卖，就直接用这一些茶这样。直接给大家。对对对对。爸爸去对。一早会摆位置啊，一早会另外一边用物件。他所以我跟他差不多有六年了。六年，不然他自己一个人在用，回去都很累，辛苦哎。他所以跟公司用年假，看他几天回去啊，都请几天啊。哦，对啊，好有心哦。他公司也说可以啊，可以，那我就是跟着爸爸的，跟着他这样走。那他如果做不动了。我就来做啊，一样啊，像那个
南瓜叶的也是自己种的，啊，山竹花也是自己要种，再去慢慢用，用这样子。那以后如果爸爸真的不能再来了，你就会接下这个工作。对，因为你看他怎么用，他就会写笔记啊，反正交接给你就对了。对。所以你会一直走下去。对，一直走下去，走到我走不动了。谢谢耶。这些都无糖的，很健康啊。外门菜是做公益又健康。所以起驾之后，你们就会车也就开走。开走，他等跑去妈祖前面。再停在路边，等你们经过之后再跑到最前面去。哦，就是等妈祖过了再去最前面。对，哇，好有心哦。可以上车。这样做多久了？几年了？第六年。第六年。对，就是全程免费接驳那个 LED 的香灯脚。对，因为之前在六七年前的时候，曾经被帮助过，所以我要想帮助更多的香灯脚，可以感受他们真的很累，没有车的时候的困难。至于像我本身，我就是有接触到很多让我自己没办法解释的东西，所以我才会完全发心，就是这样子，自己默默付出啊。对啊，不一定说一定要干嘛。我下午我还有去后龙妈祖庙那边帮忙，一直到帮忙到四点，我才能再拨时间过来这边载人。啊，人家又跟我约晚上八点多的，哦，大部分都急行军才有出现。当时是什么一个状况，受到别人的帮助？就是自己走到完全没办法走的时候，又好像快中暑，就是天气像这种天气，走到很无助，因为那边都没有车站，没有干嘛。啊，早期的白沙屯不像现在有那么多的资源可以用，以前没有。我走到刚好遇到我们这边后龙的一样香灯脚，他们帮我从一个国小再回来到我家附近。啊，你觉得那个算神迹吗？我觉得看人怎么觉得啦。对，他刚好就送到我家门口。九年前的时候完全我没有参与过，只是我去台北跟我岳父过生日回来，我发现整车的车上都是橘帽子，我才发现这个。我自己在心里想说，我隔年去走看一看。啊，之后就慢慢从徒步，之后用摩托车，之后再用货车。这个货车之后，它白沙屯出现，要不然就两次验车才会出现。跟白沙屯妈祖有没有什么样结缘的小故事？有，就是他有时候你登台湾港的时候，你，因为有些人说太多，他会觉得是迷信。啊，你觉得如果他有在帮你的时候，你转弯出去的时候，你会忽然觉得对方车子停下来，我感觉，对，那个也其实都算了。只是你跟他求很多事情，你只要跟他求好的方向，他都会帮助你。就像我之后走了之后，我会找变成改变我的朋友，他们我觉得那个帮助很大。小心！我也是配美给你的。对啊。不要。阿伯阿伯。真的不行。耶！好，但是我会再过来。我会再过来。我要等一个朋友。